打到我的，没有，刚开播一会儿，没有通宵，昨晚打了3点我就下了。少输一点，多挣一点。他妈的有毛病是吧？妈，你个逼崽子，你也打我？挣钱那肯定赢大，我靠，是吧？兄弟，你真是他妈一个硬汉！我看你今天有多硬。哇，他妈两个都死了，不如让我杀了，多没意思呀！花儿说的话也信呀，是吧？这个时代牛逼大王，花儿说他第一，我觉得花儿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完全是瞧不起人家兄弟，你妈的，举报了，289级。我操！我小时候唱的《龙卷风》唱的可好听了，兄弟们。还有童话故事，我靠，那是我唯一一首能唱完整的歌。听着双截棍，挨着龙泉，闻着七里香长大的。潜意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哎，这首歌我操，好像有点会唱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是不是这么唱的？我操！我他妈怎么会唱这首歌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操！这首歌似曾相识啊！我感觉经常听啊，好像以前。我怎么会唱？一说这歌词儿，我一下就唱出来了。肥呀！哎，走一走，看到这是啥煤矿啊？咖啡刚泡的。就他妈等你上线，熬死你！小偷在玩灰屏游戏，懂了吗？
哎呀，我问一下，活儿打不打？懂了吗？你看嘛，注意看它的挥屏次数，你就知道是什么游戏了。歌名发出来了，就是那个谁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。玩了几年了，还是黄金还是白银来着？你放屁！咋了？你难不成还上白金？白金好吗？玩了几年上白金啊？优秀，还行啊，有天赋。我没时间打，我现在都在打无限火力，快乐就完事儿了。正常排位打不过我，你肯定打无限火力啊，哼。是吧？排位打得过，谁打无限火力啊？就无限火力快乐呀。就是因为打不过，打无限火力才能快乐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无限火力太快了。因为无限火力，你人是吧，死了很快复活，所以说你觉得快乐。他不是复活很快，但是无限就技能，我快乐就行了。好像为什么不给一把 M4 的嘞？或者说他喝酒了，喝困了。那找个谁嘞？找个谁打呢？俊哥也没回消息，不晓得该干啥。康康估计睡了，他今天都没来直播间。你来，不要慌，兄弟。让我再找一找，看能不能找着老板。俊哥要打，俊哥要打，他在忙线通，他应该在打电话。他打完电话应该要回我消息，那就等一会儿。可以。白嫖的话，怕是可以白嫖，但是就是可能有点挤。白嫖需要预定，是吧？不是不能白嫖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找人打打狙去。溜了。看情况嘛，是不是？人是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妈的，差点说反了，我操！终于看到车了。我往前开，那边应该还有其他车的。
哪有好久不见呀？我不看天天都看着你了吗，屌毛！我如果没记错，我觉得天天都看到你过，天天都看到过你。我得把这个字往上拉一点啊，等一下啊。不能挡着时间是吧？他妈！好。OK。他妈什么傻逼操作！我的微信号现在没弄，后面有人打开，渣男。我他妈 biu biu，我让你 biu biu，还打胎，渣男。解封了，开始搬砖了。哦，没事，总有不搬的时候，是吧？biu biu。打个大包，再捡五个绷带，15个绷带上路。好，再捡一个这个玩意儿，走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妈的，这圈好近啊！捡两个。哎呀，没子弹捡了呀！好好好好好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。捡个雷管，好，走。哎呀妈呀！
小伙子，你有点过分哦。勾引他一下，给他露个大车身，跳一下，假装打这边啊。他在玩撸啊撸，看他要不要出来打我，好像没什么反应。这后面来车了，这边上面房去看一看，看有没有人，应该是没有人的。这个人是把 MK12，我不能太近了，太近我怕吃雷，有点过分啊！花里胡哨的是吧？不了他，继续骗，他快死了。这没打中啊！我靠，小伙子，你他妈是说的有多快呀？还有雷啊，躲一下。直播呀，那肯定啊，兄弟，200归零，直接一枪，没中，没关系，吃雷，上面两个车停了在打架，这个人看他跟我对不对？我很想把这个人弄死，说实话，这个人有点贱的，200归零。打这人一定得快啊，因为怕这边偷枪。所以说没有什么瞄准的时间。这有人，400归零，试一下。好，刚好差不多390多米应该是。看他上不上车。等他不动啊，趴在地上，减少暴露目标啊。这子弹躲的他妈的真是牛批呀！小心这边打，小心这边打，看到没？这个人头我还是得收啊，兄弟。我刚才为什么打两枪收，就是怕这边偷我。这个人枪挺快，还挺准。又开始贱了是吧，贱娃娃。200归零，不慌，他在舔包，他被打。哎，兄弟，你他妈这人有点瞧不起人呐！这边打你，你也不管。再见。这个下车下的很灵性啊。他可能要来我这儿啊。真膨胀啊，兄弟啊！我这波是利用掩体打的，我一边在打，我还在往掩体后面往掩体侧。他打我的话，我是能往回走的。刚才我扫这个车，我是相当于是走 A 扫了他，因为我看那个人骑到二号位，我就感觉这个人应该挺准，而且很自信。万一他是个锁是吧？所以说咱们要小心一点。
并且95、93、92的吃鸡，谢。这边刚才是一把双狙的，但是我刚才这么一直站在上面，他没有打我。子弹无所谓啊，子弹很好找的。就是没有子弹也能玩，这56发背包完全够了。你打个人需要几发子弹嘛，是吧？这个人，他对空投有想法，他舔的没那么快的，我可以丢两个雷，哈哈，已经舔完走了，真快动作。哎，WM 打我，大仓打的。真疼呐，我靠！我能买那么多奇迹吗？进来再踹一颗雷，我记得我刚才丢了一颗雷下来，是吧？换了子弹，对，就这。丢个火瓶，直接把丢一个，看有没有好的奖。小心被打！哎，没有好的甲了吗？还好我有一点在缺，那这个人位置比我更好，我想办法把他弄死。但他捡了三级套，我一枪也爆不了他。先混着吧。等下再收拾他，楼顶不敢去呀，没必要很多子弹啊，这一波我要跟他干一下的，我觉得我甚至可以换喷子，他是把什么枪？他是把556的连狙是吧？那他可能是把 M4，整把喷子，但是他是三级套，我必须得贴脸很近一枪才能喷死他。我上去看有没有枪头，他 M4556 的枪，他打我的话，我二级甲半血，可以能打这一波，能打，我打过去给他莽了。这波不用开车啊，直接封烟。在他边上啊，不着急，给他丢个雷。这个雷应该是炸到了，他可能往这边躲，啊，这边上。他给我丢了顺爆雷，不着急。打个药，他被抽了，不知道死了没。他肯定是被抽了一枪。没死，还在。我甲不行，他在房子里，我换个甲。去这边了。
大妈大逼死！我操！我地下马枪啊，他被我。舒服呀，兄弟。圈也是好圈。我靠，800不要钱是吧？找把双狙。飞机怎么飞的？我这么飞的，看不到。哎，为啥不给双狙啊，兄弟？
哎，舒服啊。哎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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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有没有三级猫，三包三甲看一眼。我才47个人呀，那么多人，都是上分的吗？好像不是个钻啊，他妈的，钻石的钻，操！是不是这个钻啊？对，是这个钻。没有双休啊，本来说今天有事儿的，以为今晚上回不来，结果回来了的嘛，回来了就继续播呀，怎么可能是双休啊？双休不应该是周六周天吗？周一周日，哦，这么算，那也不对啊。礼拜一是休了，那今天相当于没休啊，是吧？这不晚上回来了吗？现在是半休，就休了一下午。相当于是半休。你们今天没打吗？哎呀，不找了，不找了，三七八八是找不到了。
刚来第一把。涛哥，你把你的号发一组备用验证码给我，涛哥。你知道怎么弄不？这个圈。你问一下康康，白天的轮播视频能不能换换新鲜的？我还没做出来，兄弟，我这不正在打素材，我准备放单排的。你问康康，涛哥，你问康康，或者问问康康，他肯定知道。在那个 Steam 验证里面，或者你百度一下，那个被 Steam 的Steam 登录到那个备用验证码，以后我上你号我就拿那个验证码上，就不需要另排了，不然麻烦。这打素材。就他妈贼安全，兄弟！啊，这房区居然没人，安全呀！回到了厕所，就感觉回到了家乡，还是那个感觉，还是那个味儿，带劲儿。这两对象没打死啊，没跳击杀呀。哦，幸好我没去这儿，这有人呢。刷个甜品圈好不？为啥没人打我胎？就你奇怪。还行这圈，他下个圈可能会刷回来吧，也可能这么说。不动不动不动。目前看着我的位置可能有一些偏。
操！你妈的，你还干我？你真过分啊！我你妈贱娃娃！打胎！啊，空投被捡过的兄弟，过来的时候就是被捡过了。哎呦！哦，对，泰迪，来吧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是啊，牛皮啊，就很舒服啊。哎呀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坐高一点儿。我得蹲着，我靠，不能站起，站起这边防区。这山上如果有人咬我的话，能打到。其实我想把这个人弄死。这贱娃娃又在狙谁呀？他妈的，他车停到后面了，我还打不到他车。等会看他出去能不能扫他，他等会应该要走的。歪歪，我靠，你手机发我不听好吗？万一歪电脑上中病毒了咋办？哇，你这么复制的发我的，好了，搞定。丢应该是丢不了的。哎呀，这圈真香，这就叫做他妈专业，兄弟。来，贱娃娃，打我胎。你看我今天爆不爆你狗头啊？出来就是一枪头，我不吹牛逼。你妈的，你瞄！哎，还勾引我，贱娃娃，舒服了啊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谁看网站呀？
怎么可能看网站？让你压键，舒服了。现在对我威胁最大的就这个防区，等会儿我觉得我两个烟雾枪直接封他脸上。不看，要看用手机看，你现在是用电脑看，多不方便，是吧？我想要问问你，敢不敢？这房区有一个，那后面山坡上应该是有一个的，就还有两个人不知道位置。因为刚才我弹出去弄东西了。可能这个房区也会有一个，就暂定这，加我四个啊，可能这后面会有一个，这山上啊，这边山上不可能有人的，要不就在那边上，这边上的没圈了的嘛，应该就在这边，现在大概的猜测啊，就是这山上，这山上可能不在这边，可能这山上会在这种位置，甚至这种位置，因为它这边上面是待不住人的。一旦现在都没有打起来，也没有丢雷，说明是吧？他们都能互相卡着，所以这个防区必定肯定只有一个人啊，不可能，应该是不会有两个的。如果有两个的话，他这两个防区那么近，应该是会丢雷的，丢雷呀、啊、对枪啥的。声音小吗？我说话声音小吗？怕吵到邻居啊！我麦拉近一点，应该不小吧？你声音开大点就不小了，兄弟。这个圈刷走了，对我挺不友好的。还好我不是最先动的啊。这个防区如果有人，他肯定先动。他动的话，这边哦，那后面打起来了，那就应该就是这后面，应该就是我猜的是一样的啊。这后面一个，这样这山上的应该是到这个位置。这两个刚才打了一架，就黄连响了枪。防区应该是有一个的，防区的这个人都在圈。如果右边有人的话，右边不在圈的话，他可能会拉到这边。还在炸雷，这个雷应该是防区的丢到山上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防区没看咋子？这个时候跑。不要慌啊，这个时候不急。那不对呀，那为什么不是在丢雷嘛，兄弟？利用这个掩体要先等烟起来，这个烟有点慢，等出去直接给他一枪啊！打完之后他出来重新瞄，我操，挺准呀，兄弟！打不到啊，打不到，打药不要慌，他可能会丢雷。那右边的人去哪儿了？左边肯定是没人了，大概率。那现在应该就是给他封个烟。哦，看到了，后面山上啊，那个位置，这个烟有点小。右边山上那个人可能会打我。这个烟雾枪咋回事啊？咋这么慢啊？他漏左边去了啊！不慌不慌，这把有机会的。虽然说咱们位置不太好。勾引一下，我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说什么，对狙给他对了，我贴近点，实际上是很吃亏的，他肯定会给我丢投诉，先混着烟嘛，看能不能等其他人往防区攻，他可能来不及守，走位一定要，他跑到这边来了。那边有封烟了，看到没？但这个人选择就他就选择卡我，
后面山上打我，那就是右边一个，后面山上一个，近点一个，四雷，嗯，这个时候注意走位，啊、嗯，拖时间啊，一定要拖时间，哎呀，这个雷他妈就很离谱、啊。对的，搞会单排。哎呀，太晚了的嘛，这会儿我九点零几分才开始播的嘛，今天回来的太晚了，就算了嘛。想看我带老板，我就去喊就约。等会儿再打一会儿，估计就不好打了，单排晋级，我就去打匹配去，匹配秀操作去了。丢不了，往这边飞的，不缺东西了。我不是说匹配路人，我打匹配单机，单不是单机啊，匹配的单排。妈匹配路人，我哪才能这匹配？路人是最没意思的，现在就路人跟 NPC 似的。说是
走喽。说法还有车，大老爷们还做女朋友，真过分，兄弟！谢谢光哥的一个粉丝示爱卡，谢谢谢谢，晚上好，光哥。对，本来今天有点事儿的，以为回不来的，然后这不是处理完了嘛？处理完了我就回来，就赶回来直播了。再好好开，放心，老司机了，几乎没翻过车，只要不是意外，一般都翻不了车。有车身。哎，那个车去哪儿了？好像不是这个车。就是这个车吗？一般情况下，只要不发生意外，是不会翻车的，兄弟。这个圈的话，我可以去这儿啊，黄点比这儿更稀缺。但是刚才那个车应该是没有去的，它那个点有点太低了。阴手，这摩托车人少，啊，走下面少不了，只能狙了。一枪，
两枪，没中。啊，其实我可以不用动啊，我上房顶狙人去。刚才在上面停车了，不知道你们应该没听到，就这个方向，一个摩托车熄火，是那个新出的那种摩托啊，可能是想阴我，因为我刚刚响枪了，爬一下试试，再爬一下。我感觉我能把他打下来，不用油了，这圈不用油了，我车几乎可以不用动了，决赛圈应该会往这边刷。390躲一下，他车枪要来，他要出来接着，再见，躲，再躲，他应该换弹，我们也换弹。在这边停车了，这个人厉害呀，来呀兄弟，打个急救包，继续跟他对。这个人是裸屌号啊，裸屌号可能有东西啊，偏头片再偏枪，你这么晃很难打中，除非是打体验枪出去，这一枪这没中，打躲啊，这也没中吗？再躲，他还有一枪啊，这枪躲，他换弹，他往下走，他想舔包吗？这是，你这人他妈真过分啊！为啥打不中他头呢？再躲啊！就跟这种对枪，记着，你看着感觉不对劲的人是吧？不能应对啊，得骗枪，看到没？再骗，这枪出去骗过来，打好，这没打中吗？再骗一下，他换弹，换弹把他摩托车胎给打了，躲，躲。接子弹啊！躲，开枪，这没中。哎，我就，哎，小心点啊！骗，这没中。哎。不是这人他妈打不中吗？但是他有小走位很灵活，这个人应该是有点生气的，这枪应该甩中了，躲了，应该打中了，只是没打中头。应该他打药，但他没问题啊，为什么打不中啊？不是不知道为啥打不中他呀。刚才前我觉得应该能中很多枪才对呀。而且小心点，这人他要出来了，骗枪，再骗，骗，一定要没有规律的骗枪，兄弟。你既然不开枪，那我就来。这个人应该是对枪跟我对上头了，真是对上头了，妈的，其他地方也不看也不管，就他妈跟我应对。
他上头了，是吧？他就他妈的纳闷儿，为什么打不中我？他就很想杀我，知道吧？就跟我很想杀他一样。但是我这儿，我刚才的位置是有掩体的，不容易被偷。他那个位置的屌毛跟我上头了，不要急啊，兄弟。看着这个屌毛倒下，记住对狙是吧？你可以打不中，但是你一定要会躲，懂啥意思吧，兄弟？只要你不死，你就还有机会啊！一旦你挨上一枪头，你就没了。甩了一枪，这个时候我这么给他推枪就不能上头啊，因为我这个位置很暴露，所以说是吧，得小心一点。跟他对枪的时候是吧，就感觉哪些地方会有人，或者说容易藏人啊，或者说想过枪的地方，你没事要看一看，是吧？他应该还跟我对着这一枪，这个时候我们假装骗一下，我们假装打这边，我们假装的打这个车，哦，这人被打死了，这个大炮挺厉害的。这个我看能不能给他骗出来啊？他好像没乐，再骗。他开车，打他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快啊，因为怕被其他人搞。咋啦？我不能玩会游戏啊。你玩啊。哦，我空调关了都。他开走了，开到这边反坡了，兄弟。我们还在圈，这个时候，你得小心这边啊，可能会打我。虽然说我没看到他漏，但是刚才这个位置有枪声，应该是在打他。因为这个大炮刚才在响枪的时候，刚把这个人打死了，这边一直响枪，这个大炮就没动静了。很有可能是在打他，这个房区好像是没有人的。400公里试一下，400公里应该不够，先把它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有猎物了，是吧？没必要在上面了，没必要让了，我们换个位置啊。在这里面，我这个角度是能打到他的，很安全。他的打药高了，先把车胎打了。这人要上车，上车就是一枪没中，没关系，这枪也没中，差一点，难受。可惜了，兄弟。按道理说，这两个人头都是可以拿到的。300公里，有点马。哎，我刚调了400公里吗？我说他妈的，好像是有点偏高哦。我刚才公里没有调回来，我又按了两下。开的老大了，等一下关嘛，吹的太那个了吧？等一下关呀，因为我没开门，我窗户就开的大呀。我不是说这个窗，我是说外面那个，就是阳台那个门，你哦，开了，家里，我感觉一开门有股风就冲过来了一样。那说明太瘦了，还需要长肉。风都能给你吹倒，看我是吧？你这玩意我吹不倒。这有神，这个时候我可以开车走了。开车走，安全，对吧？一个人头都没搞到，我真的人麻了。这个房区应该是没有人的，一直没有响过枪啊！这个人打我了，没关系，但是也得小心，可能会有老六哦，对吧？话说完，老六就开枪了，真他妈六！没关系啊，那咱们1号点不行，咱们就去2号点啊。这个位置先别去，
有点小自闭。这个坡上没人，我们就可以站这个坡啊。绕了一下没人，这个坡我们踩住，一样很完美。哦，这个车当掩体。本来说今天休息的，啊，不是休息，本来今天有事儿，以为晚上回来没那么早，结果很快忙完了，回来的早就播嘛。那小心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人是把什么狙，他腹腔是什么不知道。要是把栓狙，我靠，我这狙别人给我偷了就难受了。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人啊，因为这停了个蹦子，所以得小心点。防区这个人大概率是不会摸上来搞我的啊。这个人应该挺狗的。这边小枪完全看不见，谢谢阿奇的大旗，谢谢谢谢。这边可能没人，当然也不排除这人已经摸过来了啊，就是提前过来了，或者在坑里面找一找嘛，不急是吧？看一看。谢谢 C 罗七七的福袋，谢谢谢谢。今天塔克风嘛，不打兄弟啊，今天打吃鸡单排。哦，看到一个人，300归零，先调好啊，随时准备干他。他应该是在树后趴下了，树的左边。但是这个人的话对我威胁很大，我要不就等他冲出来，要不就片枪把他冻死，把他勾引出来啊。啊，我看到他了，这个是啊，他继续勾引，好吧，他应该会从这个窗口打我，他已经进门了，看到没？他应该从这个窗口打我。我们再勾引一下，嗯，好，哎，这人从哪儿打到我呀？没看到啊，我都没看到他漏我，怎么打到我啊？哎，就你妈神奇啊，这个逼！我没看到这个人肉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哦，我他妈，哦，丢雷他妈是两个人，我操！我说是没看到人嘛，我说是吗？我没看到窗户有人肉啊，怎么他妈就挨打了？这是两个人还丢雷，他妈就离谱！我操了，真的是。他是把狙 M24， 让他们先打，不急啊，趁他们打架的时候观察一下这边啥情况。一枪，他从这儿过，提前枪，他出来打我，他想给我弄死，看到没有？他晃晃晃，这个时候只动作要快一点。提前枪啊，躲不着急，他比我先吃毒啊，跳没用，兄弟，200昆凌，直接一枪啊，没中，昆凌调过来，一枪头没打中，再来一枪，再见，有，兄弟你还会走位呀？没看出来呀？这边打我，不着急，先把人找出来，没看到啊，晃着找人。那个人不管了，因为他没还手是吧，他应该不敢还手，把这个人找出来，没看到，应该比较狗。啊，毒来了，开车走一走，这个时候倒车就行了啊。趴下打不到，我还是没有看到人。
我说实话，真没看到人，我封个烟吧。那个人去那个炒作了。哎，我的妈！哦，看到了，躲一下，200归零，是这儿啊？你喜欢打小伙子，归零调回来，这个人对我威胁不大，把这边屁股清一清。这么喜欢打我啊？我长得帅一些是吧？啊，是不是长得要帅一些？就那么喜欢干我？啊，这个人看能不能给他找出来，弄死之后这块地盘就是我的了。现在我就怕这边应该会有一个人啊，就不知道他摸不摸我了。这边是吧？不急，我拿来清个点。炸这个炒作，没有，那就是那红色拖拉机，清点，这边还打我，我看着他躲一下，300归零，接子弹，再见，好，归零调回来，哦，这下面打起来了，这下面是两个，这边一个。就是三个人，那我先去把右边打了，右边尬住了。哦，这边一个，那就是，现在我就怕这边打我，这个人大概率还在这边啊，当然也不排除他死了。兄弟，有人打你，你他妈打我，你是不是傻逼啊？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怎么走吧。就你会趴是吧？我没圈了，我封个烟。把 M4 套出来。他死了。封个烟啊，哦，最后一颗烟封在这儿，利用这个树当前面的掩体，左边就混烟啊，左边靠烟混，我左手边还有一个人的，我左手边没人了吗？人就在这儿了，啊，这个人死哪儿了？我想舔手包。哦，那就左边那个人是应该是死了。不是，我以为是个头呢，像个吉利服的老哥。那这个河在哪儿呀？他如果是三级头的话，我不好打，知道吗？看他跟我对不对吧？他应该是不想跟我对枪的这个人。现在找机会了，没烟，看怎么混啊？怎么利用这个的打了？没雷，没火，就剩两个闪也能打。先把饮料打满。假装中枪啊！再骗，假装我自己啊很马的样子，知道啥意思吧，兄弟？我跑，他应该出来打我。这个时候小心点，往多右拉一点，再走，再走位。我假装跑，他也出来，对吧？出来了，只是没打中他而已。他不是三级头啊，我机会很大。看能不能给他骗出来。骗不出来，等会儿只能丢闪强莽他了。他不对枪，知道吧？这个人，他不给机会，给他表演一首甩狙吧，兄弟。不漏是吧？可以。那你以为你吃定我了吗，兄弟？
哎呦，这个草他妈看不见，没闪到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吃两连狙了，兄弟，两把了。哇，这个圈不错啊，没人啊，nice。哎，航线是怎么飞的？我靠，航线是怎么飞的？忘了看航线了，我操！忘了标了，难受。搞忘球了。右上左下，今天不是休息？对啊，休息完了，本来今天有事儿，说以为晚上玩完回不来，就是回来会很晚，结果回来的早，早就开播了，是吧？还好来的也不算晚，兄弟，才吃了两三把，才吃了两三把鸡而已，也刚开播没多久，就打了几把。啊，谢谢改名字难得一批的粉丝赛卡，谢谢谢谢谢谢难得一批的粉丝赛卡，兄弟们，现在送粉丝赛卡是是双倍亲密度啊，双倍亲密度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没有粉丝牌的是吧？可以送一个这个粉丝赛卡，卡一个粉丝牌啊，相当于送一张就是两张。想升牌子的兄弟也可以这个啥是吧？还有背包里有荧光棒的，不要忘了送啊，兄弟们。荧光棒走一走啊，能不能升到100级带主播就看你们的荧光棒了。我靠，一个包都不给吗？真就不给一个急救包哦？哦，就是个加速，兄弟们，牛逼吧！这个圈还是非常的不错。对，也许还行吧，没给八倍镜不算肥，没给到满配 M4 它也不算肥，除非是是吧，两把顶级满配强大成才叫做肥，其他的只能说还行。多捡一个神，没有八倍镜的嘛？
车开回来了，走。狗一点啊！再整几把，直接给干了大师了。这么快啊！哦，我跟你讲，你他妈这个人就很过分。哦，他妈的！我看到他的三级脑袋了。没有背景，兄弟们，神秘商人，我操，我咋中了？这就是神秘商人的魅力，是吧？感觉吃鸡就进了一步了，这哪里是作弊了，兄弟？我拿个二级头，我操！我他妈公屏都换的，兄弟，我这是正常交易，是吧？我他妈我也亏了呀，我亏了个二级头啊，我又不是纯白嫖，对不对？你说要纯白嫖那是有点过分，结果好歹拿个二级头，咱就要以什么等价交换？为什么？知道吧？被撞了。好，有三哦，这有个人，有三级脑壳了，那他妈就得浪一点了，兄弟。兄弟，你还舔包？你这个确实有点看不起人了啊！咋的？你要注意一下呀！摸点 AK 子弹，应该是有的吧？我记得这防区应该有 AK 子弹吧？我靠，没有吗？那行吧，他这个空投很近的。还有个三级套，小爱，听得到直播间不？这有个三级套 ，P90，哎，我应该拿 P90的哦。这个人他可能不知道我换了还剩个三级套吧。
T90 冲锋枪。没想到吧，兄弟，划过来咖喱。对，本来以为今天晚上回来会很晚，但是回来的早，就播嘛。八倍，小伙子不给八倍。今天塔克夫不？你要问一下直播间的兄弟们下。是吧？准允不允许我玩塔克夫？都是些什么破烂东西？都是六倍呀！老板倒是有啊，但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打不打，吹牛逼。就是不知道花儿和康康是不是在吹牛逼。这边有人好像，但是这边是肯定有人的，兄弟。打不打？不打碎了。对呀，我也在问呀。我觉得他俩是吹牛逼。新的三级套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嘛，兄弟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只能怪你会接四百归零啊！先打一下这个数，肯定啊，打这个数差不多，那说明五百归零，压一点枪头，好，一枪头直接。他不知道哪儿打的，嗯，他在打药，他补一枪，好，他还是不知道哪儿，这个距离他听不到我的枪声的。好，这边好，一枪直接，他跳了一下，不然这枪应该能给他弄死的，兄弟。这个人现在很慌。他一脸懵逼，这边有枪声，找一下人在哪儿，看不到。啊，这边这个人，我看能不能给他找出来哈。这个人，好，四百归零，直接。哎呦，这太傻逼了，这枪。两百归零，好像中了这枪。啊，这个厕所有人，有人打他。四百归零，他要换车，直接。哎，真，哎呀！好，我这个时候准备干他，他可能是对这个人有什么。企图啊、嗯！等他不动，他在瞄谁？
栾树。啊，这边这个人在哪儿商圈呢？应该是这一块。和这边在对狙。何必呢，兄弟？花里胡哨，换过去换过来，有那必要吗？400归零。对，本来说是休息的，但是本来说是有事情忙的，但是忙完了就回来播了。这人干啥呀，兄弟？这边有个 RWM。小爱呀、啊。300过你，好，一二三，出去，一枪打中了，应该打药，没打中头。我操，差点给小爱打死了，我看他头都给他打爆了，应该打了枪脖子。哦，小爱打死人了，我、啊、他妈的后面还有一个毒，还有一个他妈老六。啥叫催眠单排？直接进行一个班的加是吧？是，哎，躲一下。好、啊，他应该出来打我，他应该觉得我挨了一枪会很怂啊、嗯！我跟你讲，兄弟，你只要敢来出来对，你看我弄不弄死你啊？干了我枪脖子，还挺准。我很想把人都弄死，但他刚才打谁来着？他那边响枪。这个厕所还有圈吗？还有圈。哎，对不对啊，兄弟？打他两个窗子，给他点提醒，让他出来对枪了。他把这逼干了。不对，枪都没意思呀！这边杀了一个，这人不打了。哦，他在那边打架，这防区应该是没有人的，那我就走了。那防区的人我杀了。头看等级，甲看耐久，兄弟，你就一滴血的三级头也能帮我挡一枪栓狙，懂吗？哦，那我这位置不错呀，我觉得我没必要，没必要再上了，是吧？我这位置很香啊，后面小爱人呢？小爱不走吗？哎呦，我看到他了。他应该要躲着打药，躲了个围墙后，对吧？等他躲的时候干他，哎，往里跑，没关系，他跑这边。哎，我操，他进屋，我在玩蛇皮。对呀、啊，本来说，有点事儿的，然后事儿忙完了就回来了，忙得快。我这波真的是傻逼，我应该能打死他，这几波提前枪太满了。我他妈！我操，这么满吗？小伙子啊，你有点
不知死活了哟，挨了一枪爽了啊！好，躲，守卫躲，好，还是200口径，他要出来，啊，往这里跑，小心他上面打我，不要慌啊，躲，他不敢露，哦，他要露这边躲，他是死了吗？上面 AWM 杀人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打了他啊？哎，没关系啊，稳着一逼。他可能是被打了啊，但是有可能没死，我们稳一点啊。三级头血不满，咱们回点血是吧？奶两口。观察一下，好像没有出来看我哦。AWM 又上一个，这 AWM 有点厉害呀，是我吃鸡路上最大的障碍。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已经嘎了。厕所 AWM，厕所不是啊，这个厕所打我的不是 AWM 啊。你说的哪个厕所？这个。这个人应该已经换位置了，这个人应该不在这个山头了，很有可能去防区了。对，他没有打我，那个 AWM 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山头，这附近，我看到他了，300公里，他还打了，那就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了，还有一个人会在哪里呢？我刚才应该同时开枪的，犹豫了。厕所应该就死了，那个山头能打死厕所，啊，能打得到。对，那个 SKS 去这边了，毒死一个，毒死一个是什么意思呀？他妈那么神奇！哦，看到了，这边，那就是 AWM 和这个人呢。那我这个位置还行呀。非常的 nice 呀，兄弟！小爱，你死了吗？小爱，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我不打这个 SKS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人山上这个 AWM。他车胎没了，我刚看着他车胎没了，全摔走，他肯定往这边跑。这个 SKS 刚好是个连狙，能很好的架他，懂吗？能非常好的架他。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坐山观虎斗，兄弟们，是吧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别看兄弟，你看个兜里围圈呢。要跟你讲，你没圈了，但是我有把握给他弄死。其实，我跟他对枪，我胜的几率90%吧，应该是。但是我就是想让他被抽，我想让他跑，然后是吧，防区干他。这后面山上没圈了啊。其实我可以拉到厕所，拉到厕所的话，我最少能拿个第二。但是想吃鸡的话，可能会有点难。其实也能吃啊，我那么多烟啊，我可以拉到厕所啊，我或者说拉到厕所的背后。现在我在等什么？我要等这个人动，等上面这个 AWM 动，等他跑。他上面是没圈了吧？这他妈有圈吗？我看一下，黄点在圈吗？不在。黄点在圈吗？在。好，他没位置了，他必须出来，兄弟。我能进呀！我跟你讲，我实在不行，我都可以冲过去的。我开车莽过去，给他莽了不就行了吗？好打得很。只是说，我想是吧，利用这个 SKS 把他弄死，懂啥意思吗，兄弟？我是想利用这把 SKS，因为我如果把防区打下来，我架这个点的话，我栓狙，
打他三巨头不是很好打，懂吗？我如果能利用敌人这把连狙给他弄死啊，那我再用我的双狙，再用我的双狙去打连狙，岂不是更好打？对吧？我双狙跟 AW 对枪，我很吃亏的。但如果说我只是跟这个人，我双狙跟连狙对的话，那我占优势啊。一切为了求稳，懂吗，兄弟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人他妈的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你打他呀！你这么干我干啥呀？我都躲进厕所了，抽他呀，兄弟！你不要逼我哟！你要再干我，我跟你讲，一枪给你秒了，信不信？来嘛来嘛，跟你玩啊！你喜欢玩，来！他们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狙击手。真过分，一点都懂不起我的意图。这门外还有一个烟呢，我给他捡上。啊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好，这个人他更加没有圈了啊，他这个是可能是个小凹坑啊，但是没关系。这 SKS 啊，他如果会玩，他肯定会利用这个围墙来架这个人，他应该能死架啊。但如果说 AWM 会玩啊，很有可能会给他一枪爆了。希望这 SKS 把这个 AWM 给干死，然后我再来和这 SKS 对枪。哎，你封个锤子烟呀，兄弟啊！你封烟干什么呀？啥意思啊？摸过去了吗？我靠！那不是多久摸过去？这 AWM 这么厉害吗？兄弟，兄弟，干他呀！他在搞我呀，兄弟！很残忍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在这卡我，兄弟！你这个围墙能弄死你，信不信？好，药喝满，这把。可以了，终于能击了，兄弟！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是击了。他在那儿，看到没，兄弟？家里面这个顺暴雷，空爆，直接啊，勾引一波啊，他不会跑，直接打死。他想跟那个人丢雷，这个时候我就疯狂的拉仇恨，懂吗？五颗闪是吧？先给他丢一个。那既然你们这样的话，那我两个人都想杀了呀，兄弟！不要怪我不讲武德啊！跟你家风过火，你一脸懵逼，信不？哎，怎么老是差一点呢？差点意思！我再给你丢个闪！哎，爽不？AWM，我就喜欢搞你。再丢一个闪，气不气？对嘛？哎，对嘛？就这么玩游戏嘛，是吧？啊，不着急，他从这边出来的。好，一闪，闪了，二闪，接上，拉过来打个二闪。不要慌，他炸残，毒死了。没意思啊，兄弟，让我杀嘛？怎么回事嘛？挺帅呀，接了接了，破二一个嘛，涛哥也不通宵。
玩久不头晕吗？还好，我每天都打十几个小时。我天天都是打十几个小时。我操，这啥飞碟吗？玩久了肯定会难受啊，会头晕呀、啊。那怎么办嘛？工作的嘛，那头晕也要玩呀，难受也要玩。我现在头就有点晕了，有点小晕，因为我今天起得比较早，昨天也没睡好。不着急，慢慢练，技术很好练的，天天玩，几个月就速成了。每天玩几个小时，技术长得也很快的。马上啊！上了钻石以后，是一个星期不打排位赛的话，它就会掉分的，会掉100，知道吧？它就会掉，好像是下个月中旬结束吧。搞不搞啊，通宵？到底搞不搞通宵啊？哎呀，别转移话题啊，通不通，涛哥？跟其他主播一样开个二台三台啊，哪开得起啊，兄弟？这小主播找二台三台，怕是飘了。咋了嘛？我是没睡好，我是困了，困了，但是能熬。是吧？疲惫了，但是我也能熬。这是玩游戏，你认为我天天打这个就是真的，就跟玩游戏一样，兄弟啊！你对你们来说是玩游戏，他妈对于我来说，我他妈快吐了！让你玩几年，每天这么玩，你再好玩的游戏也打吐了吧？就不夸张，就这游戏，每一张地图，每一个地方我都死过，可以这么说啊，每一个决赛圈我都打过很多次，就玩的太久了。你一个游戏玩很久，天天他妈的，除了睡觉，哎，就是玩这游戏，除了睡觉还是玩这游戏，那就不叫游戏了。我不说玩太久是吧？你就每天让你玩啊8个小时不多了，少说一点，说8个小时，让你连续玩个几个月，怕是都很多人都受不了。你们觉得呢？好玩好玩，那是因为玩少了觉得好玩，玩多了它就不好玩了，啥游戏都一样。没有一个游戏会一直好玩，你觉得好玩那是因为你还没玩够，玩够了你就想吐了。反正我现在玩这个游戏我就很腻，我从17年年底开始玩的。到现在差不多每天算下来，平均每天有10个小时吧，不说多了是吧？你算嘛，4年多了，真是给打吐了。这就是为啥我老是喜欢玩其他游戏。对我来说，玩其他游戏它才叫玩游戏，玩这但是不叫玩游戏。所以说，我就为啥老是玩这个游戏？我打久了我会困，真的会犯困。玩其他游戏，我靠，玩几天我都不太困。我玩塔科夫，让我玩塔科夫，我靠，我可以2、3天不睡觉，我不太困的。玩这游戏，是吧？最多10个小时就开始犯困了。要有人聊天还好，